亲手杀了他，会让你变成一个杀人犯。他做错什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人气华语人跑步拍广告惨流产，老公得知怒呛老婆杀人犯。他发育的算健康吗？目前看挺好的啊，跟你的孕周啊月份挺符合的。家里要添一个新的宝宝了。嗯，天意。樱桃在陆剧小夫妻发现自己意外怀上二胎，不过他一心拼事业，还是决定要拍原本谈好的婚纱广告。你现在的情况能拍吗？拍什么？而且这个婚纱广告应该就是那种凹凹造型，拍得美美的，应该也不会很辛苦。告诉乔哥了吗？之前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，不然就拍婚纱那天呗。我希望你是从车里边一出来，开门直接就往前跑。我们这不能跑，你一开始的分镜上没有写说要跑呀。画的这个分镜它就是跑、啊、这不走吗？不是，我这个设计的创意它就是跑的。你们一开始没有告诉过我这个是要跑，一开始我们就理解为它就是跑，它就是在走。不是，你这干嘛呢？孟小姐，你是不是你为难谁？不是，你不要为难我呀。就跑一条行吗？因为我确实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不能跑。行，那辛苦您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么杠在这儿，这衣服太紧了，我想赶快弄完收工。过了，哥，怎么回事？对不起啊，娟儿哥，是我不好，在做清宫手术。她又怀孕了？嗯。你为什么会这么对我？我做错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你觉得呢？我是故意的吗？怀了孩子不告诉我，是无意的吗？我承认一开始的时候我犹豫过，而那一次我觉得这个孩子来的是不被祝福的。什么叫不被祝福？这个孩子不被祝福吗？他做错什么了？他不被祝福？他做错什么了？会让你亲手杀了他，会让你变成一个杀人犯。他做